几年青春在简陋潦草却始终让我沉迷，我身边只他一个却感觉没天光的疯狂梦境，是他陪我流血破壁，陪我失眠，是交换着回忆，也因他才成就我。走，换别人就失去结局。没繁华红毯的少年时代里，若不是他，我怎么走过寂寂无名？我真的陪他淋过大雨，真陪他冬季夏季，真的与他拥抱了黑暗。测私房钱啊，就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每一个男人都会有这一天。对，藏私房钱，我的私房钱。白羊座还需要藏私房钱吗？白羊座为什么就不藏私房钱？对啊，对金钱有这方面概念的应该是金牛座才对。概念不是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哎，不是，请问月亮星座对自己本身有什么影响？感情方面对家庭观念是哦，那是应该是吧，是吧？哎，你的月亮星座是啥？你巨蟹。哇，那很顾家呀，就比较软，比较那。有更多浪漫秘密，是人猜测成的，假的不行。我完全知道他喜好，各方面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买的东西一定是他喜欢的。尺码呢？尺码我是肯定知道的啊，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积累。我的爱情观也是嘛，就是我希望我专一的对对方，对方也专一的对我。我也想百选之日空，也是长的为爱心。如果真的到了爱的不行的时候，我真的会说我这辈子只会跟你一个人在一起。再说爱你，关于他我有太多的勇气，都是真的好吗？不行，爱情的事业我选爱情，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只要相爱就好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有盔甲坚硬，只能吻过他侧翼。我们曾在高空慢坐中，将余晖压抑说。